到上帝觉得满头问号，我怎么会跟他住？在想我老板啊，老板在外面拿水乱乱打。你要上啊，那 Chanel， 你是 Chanel，Chanel。我们现在就在兰高一，然后我们这次来兰高一呢，就是来帮米奇有庆祝生日。然后呢，他在另外一辆车跟王继明啊，总之呢，他就在另外一辆车就对了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明天的话是他的生日，我们才会帮他庆祝生日。我们有准备一系列的惊喜，很荒谬的惊喜。准备了男朋友给他。Yeah， 你吧，你吧，可以吗？相信大家应该有关注都懂他昨天好了，各位拜拜，我们吃早饭见。给大家看我们的寿星，耶！耶！我们的寿星昨天就已经有礼物了，大礼物呢，大礼物，人生从来没有收过那么大的礼物。他们真的很烦。那有什么？你没有拍那个开场。然后呢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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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超耶，很好哎，很好哎，穿地喵哎，哎呦 ，Oh my god， 这只猫超可爱，很不理人呢。对，这个是公猫哎，它是讲在左耳裁掉的话就是公的，它包着哎，超可爱。开心吗？早餐吃？也是早餐啊。Okay,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 vlog， 我们呢就来到了兰高壁了。然后兰高壁有什么特产呢？我们就知道兰高壁是一只老鹰嘛。兰高壁特产宝宝。哈哈哈哈哈。米西哦。哦 ，sexy boy。哎哥来了，红绿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尴尬吗 ？Sorry, sexy 哥。大家刚刚的表情是这样的吗？早餐还好，你一路看见这边早餐还好。我来了，态度很不好，就生气啊！来哥，我爸拿头就想擦。来哥，我讲，你是有病是吧？这个是鸡颈吗？这个鸡颈，你看这个肉，这什么来的？鸡脚吧？你们这是抱怨达人呢、欸？没有，真的很小啊，这个什么肉？来呀、啊！要那如何？那个好吃。哎呀，哇，这小个你们给我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喂，那我的肉给你拿。多少钱啊？二十多块啊？22块啊！22啊！他那个三磅哪里来的？我塞的呀！22块一盘那些人嘛，都用小片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这次住的呢，又是我们上次住的酒店啊。Dash 走。你过生日没什么好创新，住一样的地方，学我啦，干脆学你啊，只要你带我来这种地方，跟着你来。不要讲话，嗨，这两兄弟都是在那边浪费电池。耶、yeah, ，Dash 走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大家记得明天的生日哦，来看我的影片哦，我们会有独家报道。小兔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The Zone，因为今天那个寿星奖，没有人可以活着回去。现在最主要是来买酒，买醉不是买酒，知道吗？他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醒着下船。我买的是凯西，没有一个人，好夸张！我们买了三天的零食跟酒那一些，这应该三天。不够喝吧，一天就结束了。哎，你讲好来哦，一天是吗？是你吗？没有，我讲的是零食，然后三杯就零食。没有三杯好一点，我朋友有三口。三口本人，三口本人来啊，买很多。三天粮食记录，哎，一天。各位有没有懂什么是免税嘛？免税呢，就顾名思义，我们免掉这个税了。不需要你名词解释，不需要。大家谷歌，我们总共花了228零食吧。我们跟着谢谢，321，谢谢米奇哟、哦。希望你的两个宝贝可以茁壮成长，我们可以陪你玩得开心啊。我要做他的干爸爸，没有干弟弟。干爸爸 ，Daddy， 干爸爸，妈妈。Yeah， 我们又来到了上一次来的。我们重回老地方，我们恩爱的地方。现在我觉得很好笑。为什么是苏珍坐这里，你坐这里，然后妹坐这边？你解释一下。我那个人真的鸟还在坐这边。其实是没有爱了的。小心，哎，拍好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啊！这 coconut 太大了吧？好吃吗？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但是它的那个面包太软了。好吃哦，难吃，3, 2, 1。OK 啊，还是好吃啊。
但是软软啊，哎，我喜欢软的嘞，因为之前都是吃那种硬硬脆脆啊，很难咬哎。吃什么？吃 chicken chop， 然后是那跟上次不一样哦。我觉得东西有点不一样嘞。哇，今天这里的食物还是很好吃。My God， 这个披萨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假不？嗯，超好吃啊，这个。这是我最爱的部分。嗯，好脆哦，他很喜欢吃这种薄薄脆脆的，嘿嘿哦。像你们一样。宝宝脆脆，嘿嘿。这么你宝宝脆脆，宝宝脆脆还有两句呢。这么你宝宝脆脆，猪猪长长没讲出来。宝宝就没有猪猪了。没有啊。你的肚猪肉你。呀，再来一个德蒂抹茶，然后哦，它是抹茶掺 coffee 的，很好喝。今天的食物真的是每一样都很好吃，赞，赞吗？来，我们的百万 YouTuber 呢，现在要帮百万 IG 完美拍照。他拍照地方是有拍过的地方吗？哦，好好看哦。我老哎。哦，好看好看。下面突然变了好多人，我们刚来哦，一个小时前，下面是完全没有人的，给你们看。现在阳光是正好的阳光，超级舒服啊。这些超刺，但是是很爽的，很舒服。而且我们现在来的时间那个浪非常大，所以很多人哦在这里哦都在那边冲浪啊那些。不过你们看得到吗？现在在这里啊就在冲浪了，哇，好舒服哦！我的天哪，谢谢大家来哦，真的可以来这一家，这一家真的超级推荐。靠近点你们。啊，这个小。小孩子好可爱。第一个，我们几个人呢就约游泳了，要游夜泳。这两个人就一直扒着瀑布放。哥哥，我们在决赛啊。可以走了吗？我厉害，所以不来拍。耶，刚刚看到吗？我们现在呢包了这里的游泳池。现在风又大，你知道吗？来，选手准备跳。不会玩我。我厉害，我厉害。我第一次看有人玩水哦，带吹风筒去，你看，自然吹风筒。羡慕你喽，羡慕你喽，羡慕你喽。那我们要现在进入我们的 party 来啦，让我来看看。你们在这边感觉很不对耶，你们，我们只聊天。你们，冲水。教授跟少哎不少姐那个翠梅，你们进来，你们包教，哇嘞，你还在东西。Okay? 你们怎么准备调味料啊？准备调味料，备开心。来，我看你怎样开心，怎样这样厉害。在准备拍欧尼。欧尼走。你是第一个光头啊？请问哥哥姐姐们，为什么你们调酒是在一个厕所那位？开心不？有味道不？马桶那里，哦，马桶在这边。哎，坐边的吗？马桶上面。这用什么水果酒啊？有什么水果？介绍一下。这是快乐。哎呦，这是柠檬。这么你直接看的位？哎，我们继续啊，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游泳手干。请问那个是什么？这是你的那个臭臭抱枕啊？对呀，臭臭不是是枕头抱枕之类的吗？这个也是他的。哎，周公，看我，他不是周你，周总，监督一下他们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样子真的。你看蜀山怎么？看蜀山。我刚有帮忙，你有帮忙没？有啊，帮忙拍东西哦。我有做工了，我有做工。你有叫他做工，我听到。你拿那个。哇。哦。这个来变到是我的 vlog 器啊。没有这种素质。他叫我给你们放东西。放屁啊！哇，生气哦！哎呦，你素颜哦。我今天还没卸妆哦。哎呦，有什么什么什么？哇，很丰富耶！我朋友在那个名作。没有，因为刚才长乐在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我跟他讲这个是照灯。不要知道。不要唱了。
啊，你是要帮你洗头，头发容易洗。180度。真的老师，又变转了，又变转了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真的。我吸了尿味耶！人家辛辛苦苦在做东西，在那边吃吃吃。没有，我们看到好像有问题，应该发霉了。哦，行啦，快点。喂，我们现在呢去七友的房间。哦，我们直接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床上生活地方。你信不信我吐口水？我可以喝这个，吐口水，我可以喝这个。我觉得要给阿乐拿了，他讲话就喷口水了。不知道。哎，口水，你要注意。满脸嫌弃。对呀，有吗？包你啊，有吗？没有用的你。怎样啦？什么东西？我难受啊！我们现在来制作我们的水果酒，到了！哇！天天都要干呀，岁岁都要干酒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什么鬼？我的就是。这是什么？喇叭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快给你吗？因为他现在在用。当当，这是我的第一杯。来，各位。耶！吹杯找到男朋友。Are you ready? Yes.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. 发了。等一下。不行啊！哇，宋鑫生气了。住。Three.八只青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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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嘞，你是第九个了呢，五六七八，哎，我刚才喊出去了，八只青蛙，那哪里开始？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哎，你不是这样讲的吗？我死透了。从哪里跑出去？这边 ，OK， 这边，几只？几只？几只？我们转一下，十只青蛙，十只青蛙，十只青蛙，掉进水里，咚咚咚咚咚，好嘞，算，好嘞，算，把咚咚，这边快一点，我的手好抖，开车，开车，我们背上不行了，对呀，这种小东西。脸红了，哇！长大的脸什么事情啊？也是蛮红的。哇哇哇！你看他头发掉完了，有红吗？这边有红吗？不能为什么就说要吸鞭炮？哎，对对，哎，鞭炮爆，鞭炮爆，吸鞭炮爆。七七七七七七喂，长乐，你的脸什么事情？跟你衣服一样颜色，还有，男手机自拍一样。长乐已经没办法正常倒。喂，你们玩得开心哦，配啥里面一个人呢？你们轮流去厕所。吐我吧。现在你们要吐啊？没有，你快点！放回我的自己。我的，竖上眼睛不行啊，各位，不行一个头啊！现在呢是在逃避他们的呕吐味。被杀味道太恐怖了，哥。该被杀的阿乐呕一半，阿乐。还是叫阿乐走，阿乐又没有要走啊！现在他已经不行了，一点点就吐。第一个吐的是你 ，OK？ 来大对决。哦。十。九零五二十来五零，生日快乐！来，送星号完，送星号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呀，佩珊，佩珊，唱歌，佩珊。祝你。十零零。零零，满水，零零，是不是？
是 Free 三，你还好吗？还有一分钟。来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黑山很不给脸哦，黑山画烂，没事，祝我们米奇奥姐妹生日快乐，姐妹，耶！米奇奥，我做给啊！他讲完话马上哦，祝福米奇奥的话，这个马赛克 ，Oh my god， 越来越美哦，你跟他讲爱你。爱你，早生贵子，长长久久。现在是生日娱乐，不是结婚啊。长长，我是，费三，啊，赚钱养我。费三，多一次。欢迎，我们现在呢得到酒店早餐，然后我们还有玩一个游戏，就是呢最后第二个人呢要在酒上面倒10秒，这些都是存活者，你这样起得来了，昨天的酒醒了啊，哎呀，吐多几次就醒了是吧？我被饿醒了，真的假的？肚子太空啊，是你们，你们两个，10秒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吃饱了，耶、yeah, ，空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做 gym， 很荒谬吧？因为我们要减肥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这边 gym 的 Gaki 结束了。可以看我 YouTube 看，各位，是不是每次帮你买东西了？耶、yeah, ，我们是胜利的组。各位，我们变装完毕了，哈哈。现在我们是最潮流的阿曼。然后呢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 dress code。还有 bling bling 闪闪，我没有灯啊，因为我比较有钱，你没有灯，看一下你安坐啊，哇，我们现在下超级无敌大雨，小心啊，哇，呀，太滑了，阿妹，叫兰兰，东巴西，菜，还有虾，还有很多，我们已经来了两次了，是的，都很好吃，突然变秃头了，你再看。正常变秃头，因为这个头发原本是属于我的，然后我头发也比较多嘛，这个比较松一点。苏晨在努力把他的惊喜弄给齐勇，也弄太久了吧？那边都已经弄好了，苏晨。稍微要等一下，苏晨给你的惊喜需要一点体力。什么鬼？我不懂啊。你要再充气的啊？充气娃娃的一种东西。OK， 完成一个了，还有一个呢？哇，你这么多东西啊喂！哇，我假发要掉了喂！森森，你的惊喜也很久哦，很长哦，你的惊喜。可以了吧？一试一试就好了，加油好吗？哦，可以哦。哇，苏森成功了，你成功了，苏森。从这个黑色气球上面来看，就看到这个是苏森准备的，跟刚刚那影色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我准备的东西厉害哦，一看就知道不简单。与苏森同心协力，齐力断金，开开心心。那个 OK 啦，下雨啊，真的，这天不作美，就只是下雨吧。不然我们相信它是会停雨的。我脑笑，真的脑笑。来，快点，收心不耐烦了。OK， 那你盖着眼睛。OK， 然后你直走。怎么来 ？OK。对。OK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什么？大便？这个我需要，这个我需要。肉比栏杆粗，还有一个黑色气球，我不知道啊，有刚刚我上来看到了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弄波的东西啊，游泳圈，我看弄波气球，我肯定到了，啊，弄波那个 M， 耶，我们的米奇奥生日之旅啊，米奇奥游艇生日之旅耶，结束耶，明天还有，生日快乐，结果没有，生日快乐，我喝很多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喝很多吗？你太烂了！没有，是我游戏烂罢了。耶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几
天、啊。书生最期待的玩水上活动第三天，因为终于能陪他玩那个陪他司令了，我真是不想玩了。好凉哦，这怕晒的人。翠妹跟小梅，你也可以读好来吧，看了我不爽。翠哈嘛，那边子。啊，所以我怕了，怕黑啊。眉毛眉毛。你们看长了，你们看长了，知道什么叫黑了、啊。黑人小黑人，我刚来那边拍照一个十分钟哦，这样。拍个照就拜拜。夸张哦。呀，今天天气超好的，那个天空超级蓝。昨天米奇要生日哦，那个天气差到鬼将，今天的天气也是晒到鬼将。他们讲下，如果生日下雨哦，是好啦，不寒的。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听说的。哦，是哦。翠妹讲你很孤寒哦，她讲因为生日下雨都会孤寒的。孤寒，你们今天就不来这里了。听到没有？所以我才讲。听到没有？屁啊！你跟别人讲。他本来就不是孤寒，他蛮大方啊嘛。我们这个去全程他sponsor的。所以这个听说是假的，骗人的。不是听说，是肯定是假的。看他只是这样大方的人。等一下，这个一千块还要给他。你看他表情。我找不到这样 ，sorry。看一下长的肤色哇，哎，看到你这个脸红红啊。我们坐到这个 banana boat 去到等下 parasailing 的地方。为什么是坐这个上去的？我要坐第一个。我们等下坐这个出发。各位各位，这个杯里面哦，最少有五十千马币啊。我的朋友上船了。哇，这个浪，我的浪，它的浪超大的，哇，好爽哦。是啦，应该是上船吧。我们现在可能坐这个船去台南。哪里走路怎样噶？哎呀，周末那个住。上船哦。到我。耶，玩了五秒。打头阵的是长乐跟佩珊，耶！主要用意是怕佩珊先吐。我刚空腹嘛，长乐一定要和我上去了。等下你看为什么我在那边，因为很高。你看长乐在上面，长乐脚不会动了。他们都会下来了，悄悄。那鱼米奇哟，对吗？有鱼米奇。哈哈哈！那边，那边。快船了，赶紧快！你们刚才没去啊？你们还怕吗？嘿嘿，你的海龟松掉了，超级无敌快！你整个人在我隔壁，很像小孩子这样。米奇要生日快乐！我们现在准备下去了。其实，在上面是蛮无聊一下的啦，可是可以吹风，就吹风哦，看风景哦。可是这边的风景哦，就只有那几座山，也没有这么东西。书生，你配不可以哦。吐出来啦，吐出来，来给我带去。我喝两支酒都没有这样子。没有，现在准备后面。啊，哪里？啊，这边人倒地啊。现在是我们两组人玩 jet ski。我们又回来玩两高级 jet ski， 因为十五分钟玩很爽。真的没有限制，我们先上课啦。Yeah.
吃午餐，我喜欢吃午餐。嗯，对啊，我这个位置像那种一家之主的感觉。苏珊旁边有个僵尸，又是安华，安华，我们跟首相吃饭了，我跟安华同款。你算是首相啦，马来西亚靠你啊！什么要求？快给我讲哦！我要一百万。我需要全马来西亚人都替我打。我要一天100万。这个我不需要了。OK，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们刚刚讲哦，问他们要不要吃薯条，他们讲他们要吃爽而已，所以要吃到爽才可以 approve 来。参赛者一号。哦，断了。吃到爽，要吃到爽。不够痛耶！恶心恶心，这不是恶心，这个是恶心，这是淘汰，你饿要享受。啊，这个有。哈哈哈哈哈！请问哪位选手赢了？啊！我讲我投降。哎呀，有这么暴力！放大悲咒歌，南无那拉。Action！最后祝我米奇哦，生日快乐，萨瓦迪卡，欢迎来到泰国。应该高一点，等一下。我真的很黑耶，太黑了。Oh my god！ 拜拜。